码头岸线有5公里长，这个码头上矗立的这些岸桥都是各个国家各个码头上面的这些这个总装好的产品。这种不同的产品在这个我们的5公里岸线码头上面的这个矗立在一起，就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些风景。因为全世界没有其他码头或者其他的地方能够提供这种一次性参观多种类型岸桥的这种工厂，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叫岸桥博物馆。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把我们的蓝色的这个轨道吊装到我们的运输船，我们正华公司有20几条这个运输船，通过这个船运送到我们全世界世界各地的这个码头上，然后提供给我们的用户使用。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自己的颜色有一个特殊的需求，像新加坡它就是这个颜色全部都是绿色的，码头全是绿色的。更多的呢就是你像马士基，像那种蓝天蓝色的马士基蓝，它就是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它的公司的所有的产品都是选择这叫马士基蓝。它包括我们刚刚在车上讲的就是天津港那种彩虹桥吊，从岸线过来以后看见所有的颜色就是七彩的，这就是码头为了凸显自己的一些特点特色，在我们的产品上做了一些定制性的一些这个需求应用吧。现在基本上码头让你看好的这些岸边集装箱起重机都是在调试或者调试好的，准备要发往我们的用户，就是这种状态发走。